师大学，大学生什么？社联头就是要抬抬，前进突刺突刺，时候呢，我们的这个台客文化之前已经很这个盛行了，对，就没想到谢金燕，我们小燕子，哇，在这个跨年连赶三场，而且台上这样一秒变马甲，有没有？女神谢金燕在2013年跨年夜北中南连赶三场，而且表演内容服装均不重复，令全台为之疯狂，堪称跨年晚会最有诚意的女艺人。这次精彩演出也让国人注意到热情性感的台湾正妹，今天也邀请了三位台湾正妹来到节目中，一同感受台妹魅力吧。以前节目有讨论过台客文化，对，像估计有来嘛，估计哇，估计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哦，最近都在忙什么？无影上，无闲做工课啦，你是做工课？最近扛只车落来啊，还是去休息啊？是，无啊，做正当的啊，做三级的啊。三C店，你做三C店哦，哦，没卖呢。新店隔壁啊，三C店。阿玲接什么话？阿玲，你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台客的装扮。阿玲，这个是。你好，我是那个纵贯线的黑龙，黑龙装。你请博士吧。黑杰克，这是我的战旗，是是是，战旗。有像有像，大好，你不过是把你的衣服给阿蹦啊。不是，从哪里？加法片，然后就还可以。阿蹦根本就是抄袭凤小岳的，没有对啊，凤小岳的发尾，凤小岳怎么来？你是抄袭哈利吧？哈利的发型，哈利也是这样。那其他哪还有谁台？对啊，露露那有台吗？露露没有，就是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皮带吧，看看起来像皮带腰，泰国人腰，皮带腰，皮带腰在外面，买那个牛仔裤会附赠的那种。哦，有有有有台位哈，恩琪有贴身吗？有啊，像这个内搭，它有点那种内透视装的感觉。台妹都喜欢，就是里面内搭裤和外面裤子这样。嗯，还是觉得口音比较台一点哦。哦，那这边真正台的这位 Porter， 你好，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哪里有台？就台客都出去都会穿这寿饼的素面的呀，寿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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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会穿博肯，以前啊，博肯，对对对。你转头看一下哪一位是真正有台客精神？对，阿莱呢？阿莱不错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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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我会保平衡，这样咬舌头。比较传统的啦，对不对？那林轩那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台客，他们其实也会听一些饶舌音乐，对，然后他们就很崇拜，很崇拜一个饶舌歌手叫 Tiga 跟 Soulja Boy， 然后他们都会觉得他们把帽子就是戴这样子，看到路，然后不停的调整它，但是其实就还是在原地。对，真的，真的，对对对。但是还是在原地。还有一个戴法，还有一个戴法，刚刚有一个戴法，他们是这样子，帽子这样放这样子。哦。对，他们就是卡住。为什么？是在哪一代比较看得到？西门町那个。西门町。西门町一代。西门町一代。很多。头要一直歪歪。对，头要歪着。好累哦。好，那你们有没有什么穿着打扮有拍下来的？有没有台湾味的照片？我以前有没有？来。有哎，以前。阿蹦，我以前就是对自己很有自信啊，都会拍一些就是这种。然后会蹲着拍照啊什么的，就是会很恶心。我这就是我，然后一直又胖又丑。这就是你现在的发型，比现在胖蛮多的。对啊，小台客哦，有有哎，发型。我以前将近就是差不多快80公斤。哇 ，Pony， 妈鸡的手势。那是那时候的女朋友，朋友就是对。国中的女朋友哦，国中的时候女朋友不错。好，那恩琪呢？我以前是个金发卷发浓浓妆大辣妹。哇，是地姐，嘉宾，好地的，不像你现在，而且我变回那样啊，我已经靠我比你。比较喜欢以前哦，我喜欢以前，感觉什么？也蛮这样子很正啊，真假的？哎呀，现在不好。不会，大部分喜欢你这样。你现在变这样是要摆脱什么？摆脱过去的什么？就是艳丽啊，还有台啊，对啊，可是头发现在比较清纯。可能再走回去一点会比较好。你说走回去好？对啊，其实很棒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那请问我们前面这三位台客帅哥，就是平常大家都会带什么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配件？身上小夫、小夫、金戒指、
就一定要的。这个好金哎，哇塞，表很大。金项链，哦，金项链，台客代表。啊，它就是红线在手上这样。这个是长寿线。哦，长寿线跟人家姻缘线又不一样。保平安的。哦，保平安的，去哪里求来的？这个是仁波切。仁波切，台客现在都找仁波切了。找仁波切，这人都很啊。仁波切比较强。哦。啊不对，现在对对对。佛的呢？我都会戴那个金手表，还有佛珠。哦，嗯，佛珠一定要了。不过今天其实对我们要研究，除了台客我们之前研究过之外哦，刚刚大家在化妆室看到一些片段，都一直喷鼻血。哦，今天真的是金佳琪辣秀哎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这三位呢，对对对，台妹界的代表，然后本身呢非常的正点，好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有三位代表，首先第一位呢叫奶金，那人称九头身性感尤物哦。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一些局部的特写来。最有自信的部分哦，好，来第二位，看我们的奶金之后的，我们第二位呢是真田，人称庙会女神哦，来看一下她最有自信的部位在哪里，最有自信的部位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三号是谁呢？三号是美英，美英人称 S G 界的谢金燕哦。哦，看一下她最有自信的部分哦，而且卡腿，对对对，腿很漂亮。就这样子啦，好。男大生对于哪一位最有兴趣？阿亮，你觉得三号？我觉得三号那个腿真的是还蛮好看的，而且那个姿势这样，我就觉得她根本就是台客界的女神了，好看，不错哈，没败，对。